辈子做过什么美食节目啊、外景节目啊、谈话节目啊，却从来没有做过所谓的这个类似鬼怪节目啊。不是不是，他们直接问说你大胆啊。嗯。然后我就说，我除了怕高之外，其他应该是。就是我觉得怕到不敢晚上看 round down， 我不是这第一次要录的时候，我是就是晚上看 round down， 看，不对啊，这怎么这么这样子？怎么这样好吗？然后隔天早上才看。对，然后我想说。然后导致我现在就是蛮想交女朋友的，因为就说，晚上一个人睡觉是蛮恐怖的。我觉得这个节目可能是我妈妈可能希望，可能拿点钱给八大，希望我们做这样的节目，可以逼我赶快早日结婚。哪有一个节目在录开录的前一天，女主持人跑去开刀呢？还好吗？会大众的一个现象，真的耶！而且最近有点下大雨。就是遇水则发，真的见红。我边录边录，一直不断写新闻，讲哇，这节目太恐怖了。我怎么来的？你要先搞清楚写新闻从哪里来的。开刀，他还有伤口陷在他身上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很担心他，一炮而红，猛鬼退散，猛鬼退散，一炮而红。真的，那都很需要一炮，真的很需要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需要，不是这样吗？需要一炮而红，你很需要。有成功了耶！太感人了。刚刚失败那个剪掉，烤鸡。好，预祝这个节目可以再创收视佳绩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！再创收视佳绩，我们有鬼怪来助阵，对，一正一反，是什么？对，我们可爱的纳豆，帅气的纳豆，3个月内会不会交到女友？请我推！哇！自在啦，因为其实你会觉得，我觉得演艺圈好像在传承啊，那就你看我们以前我们主持嘛，我们上面还有谁主持？下面以前我们节目的同学现在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，其实我是觉得特别开心的，就觉得说，好像大家一起合作下去那个线。人员有在那个，因为我们之前是去废弃的医院，他在里面塞那个 GoPro 的时候，GoPro 他就突然就是一直倒带。一直倒带，就是拍自己调声音的那个声音大小，一直调，然后快转前进之类的，然后他就觉得很酷，因为他想要的就是这个。